大家好，我是野瓜。奶奶去世3年了，现在房子要拆，留下了2只木箱子，我拿回家做纪念。这木箱子太沉了，我要三轮车拉回家。还有另外一只木箱子。大家看一下这2只木箱子里面有什么？有一个簸箕，还有一床被子，这些是老物件。这黑布里裹着什么？哇，钱！大家看，这是什么钱？能用吗？哇！这不会是满员吧？发财了。这是奶奶的毛线包。拜孩子的拜拜。你买什么了？看一下另外一个箱子。这里面全是奶奶用过的东西。这是装三七的坛子，里面还有2个三七。缅甸珠宝，空的。麻线，蚊香，毛线。奔跑烧水器，都是一些不值钱的东西，但是可以留作纪念。爸爸，这是谁的木箱子啊？这是你祖祖的木箱子，现在房子要拆了，爸爸把它拿回家来做纪念。里面有什么？里面都是一些不值钱的东西，但是爸爸发现了几张钱，也不知道这是什么钱。来，买人给你们几张，拿去买糖吃。谢谢爸爸。不用客气。我从小是奶奶带大，奶奶97岁去世，到现在已经3年了。要是今年在世的话，已经100岁了。虽然她去世了，但是永远活在我心中。看到她留下的每一件东西，是否还在我身边？她留下的东西，我会好好收藏起来。今天就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观看，再见。